两只小白兔，红眼睛。是啊，我这兔子也不喂，都饿着了。这兔子，还有仙草啊，赶紧拿草去。仙草，仙人种的草吗？叫仙草。仙草拿来了没有？哎呀，都出去大半天，弄得我们这兔子够兔子吃的。把口开开，兔子会不会蹦出来？拿个小棍儿揍一顿。兔子都太乖了，带一只出来，哦，带了一只兔子出来，放它吧，再抓下另一只。